边还有胶是吧？打一圈胶。哪里啊？你的地板，地板用玻璃胶打一下就。啊，你们有吗？带可以打一下。你们带着胶呢吗？带。下面买一块就有，下面有。到哪儿买去？因为这个胶虽然是个小材料，但是它涉及到了整个的施工进度的问题。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材料的话，我们的工地就要暂停。又有新任务啊，同志们，这个再买上三四瓶。啊，在哪里买啊？五金店。走吧。这是一个低级失误，一开始应该规避的，所以后来只能停下来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苏醒身上，希望他尽快的找到这个材料，赶紧回来。看看什么？南亚五金，什么什么材料店？怎么那么好？得来全不费工夫。Hello， 老板。要五个这个，这个有吗？过胶，过胶纸剂。我没有哎。那您有类似的产品吗？不可以啊，必须要这个。没有，卖完了。那这那周围还有五金店吗？那你要往前走。好，谢谢您。没事，我们不怕走。对。我刚听的没错，说过马路。过了马路往左转，咱们从那边人行道过去再左转应该就有了。啊，终于找到了。还好你聪明，要我出来走明天我就找不着。老板你好，你们家有这个吗？哦，这种没有。那在哪儿有卖的啊？前面后面好像差不多的呢，两边都有。啊，您说的真是清晰啊。谢谢啊。谢谢您啊。That's okay, baby. 我以为温州是个小城市的，动不动一家五金店就隔着一家五金店十来分钟的路程。啊，好酷啊！我们已经从刚出门的兴高采烈，变成现在的奄奄一息。我们只想买点胶而已啊，这么难吗？非常焦虑了，一直在看时间，其他工作没有办法往下推。五金店料水暖，好像有哎，那个黄色的是不是？天哪，真的看到五金店了。老板您好，您有这种吗？本节目由怎么选都喜欢的顾家家居联合冠名播出，因为顾家所以爱家。理想居家一键直达，本节目由你身边的首席装修官天猫联合冠名播出。便捷新生活，动口不动手，天猫精灵来帮你。感谢天猫精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真的看到五金店了。老板您好，您有这种吗？回来了，全部都逛了，没有一家有这个牌子不说，连同类产品都没有。临时突发的状况造成了装修时间的大量浪费，让本来就时间紧张的装修进程再次面临巨大挑战。梦想行动队能否顺利完工呢？现在时间是4:30了，8点才下班对吗？我们也就剩1-2个小时。你赶紧跟安文联系，这个东西再补一下。这个是规格是多大的？老板，同志来，灯光老师，这个能不能先弄一下？那个软木那个老板，料开始往外清，啊，马上收活了。既然已经买不到，那继续沮丧也没有用了，只能赶紧调整方案，来争取把时间补回来。行，抓紧啊，同志们啊，您这边6个人是吧？4个人可以来这儿了，然后剩下2个人赶紧把这收了吧。这样的话，我只能临时改变一下铺贴方式，减少铺贴的面积，把这个没有胶的事情通过这种方法来规避一下，让这个设计和方案继续执行。桌子可以挪开，好，然后把桌子挪开之后呢，这个就刷胶，你看梁下是吧？哪里都有，就到。